还在使用一般漱口水消灭口腔好菌吗？口腔里存在着许多微生物，包括细菌、真菌、病毒和一些原生动物。这些微生物有好的也有坏的，它们在人类口腔中互相制衡，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。当我们吃饭进食，口腔中的微生物平衡会被打破，如果没有控制好，坏的微生物不断增殖，容易让我们生病。除了刷牙，我们也会使用漱口水来清洁口腔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漱口水常见的杀菌成分会连同好菌也一起杀死。当口腔好菌坏菌长期失衡，容易影响全身健康。其实最天然的口腔保护剂是唾液，唾液具有治菌、平衡口腔酸碱的功能。而 OKARE 漱口水使用的 P113 Plus 抗微生物肽，正是源自于唾液中的免疫蛋白。这种天然的抗菌方法，除了能够对抗坏菌，还能保护好菌，达到菌丛平衡。在临床实验与 SGS 检验中， P113 Plus 能广泛抑制超过40种有害细菌，并对像是大肠杆菌等常见坏菌达到抑菌率 99.9%。 根据临床实验，健康受测者连续使用 OKARE 漱口水三天，口腔中坏菌菌丛明显下降，而好菌唾液链球菌则是增长至两倍。牙医师推荐使用 OKARE 漱口水，源自于人体的 P113 Plus 抗微生物肽，用最自然的方式维持口腔健康。成人适用的清新漱口水含微量薄荷，无添加有害化学物质，适合一般成人、银发族以及孕妇使用。儿童漱口水使用食品级配方，温和不呛辣以及好入口的水果风味，让小朋友爱上漱口。OKARE 守护全家人的口腔健康。